更换子弹就是把这个头拧下来，用这个扳子。然后这边这个头也拧，然后这有个杆儿，杆儿从这头捅进去，哎，就把子弹捅出来了，这是子弹。然后拿一个新的子弹，比如说子弹坏的时候拿个新的子弹，你可以塞进去更换了。然后呢，就是更换子弹的时候，你一定要记着，把这子弹拿出来之后，拿这个毛刷，在这个腔体里边刷一下，就比较干净了。要把里边这个脏东西给刷出来，腔体里面。然后把子弹刷完之后，把子弹放进去，然后安装好。这个头也拧上。扳子紧一下，好。